开始了。嗨，各位市长，我们现在正在直播，然后这是我们脸书上的网友，我的粉丝哦，有20几万人。然后呢，现在都要听我们两个世纪大合唱。那本来我们两个要合唱《雪中红》，但是呢，因为市长觉得我唱的不够好，所以他后来又决定要换一首歌，坚持双人枕头。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要。第一次，我们好像之前没有合唱过嘛？没有啊，是跟你合唱。哦，可是你之前有邀我唱双人枕头，我拒掉啊。对，所以在今天为了我要当选节目，我只好牺牲色相陪唱双人枕头。来吧。但是因为老师还没找到那个音乐，有点尴尬。但是市长很坚持，他要唱《坚持》这首歌。那市长，你之前就是有练过吗？坚持？没有，唱逗的就会的。哦，那双人枕头你有跟谁合唱过吗？除了我之外，陈佩琪。他不会唱歌。哦，那你都跟谁合唱？对唱的时候，我也找不到，很少就对了。哦。哪里来练习一下双人枕头？双人枕头，老师好像找不到。这首歌是太老了吗？老师有点紧张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市长来我们这节目，临时出好题，所以等一下帮我。老师有点紧张，因为后面会没有挂。但是之前伯恩夜夜秀就是一直说我们唱歌很难听，然后还有一集就是把我跟市长故意把我们两个合唱唱歌合在一起，说是史上最就是你知道最配合的，最搭配的组合，收视率高就好了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真的唱给大家听，证明说我们两个其实都是被政治耽误的歌手。如果唱得好的话，可能就有机会搭档唱跨年，市长对不对？有这个机会吗？跨年那就算了。哦，跨年你已经不唱对不对？封麦了对不对？哦，好。哎，双人枕头来了，双人枕头来了。上班的人还没睡醒的人听到这首歌要小心了，他会惊醒。吃人枕头那无你也会孤单，眠过脚若无你也会畏寒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生命的温泉，也是我灵魂的一半。什么艰苦我也不怕，为着你千叮万叮我也敢担，小老的就排队你的生命。爱你的心，爱你的心，我第一次合唱哦，都没有彩排。市长觉得这首这样 OK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哦。市长终于满意了。那坚持还要唱吗？要唱。既然来了，我们你要唱哪一首唱？坚持，好，坚持，好不好？坚持。还没开始录了，还没录，我们从头了，我们要从头了。哦，现在正式开始录，是，现在想要正式，我们已经唱完了，让你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。好，那我要讲，等一下那个坚持的地方要转坚持的时候，会回到伟汉哥，好，因为他要让那个 keyboard 老师转场，他要转音乐，然后接下来才会到你们。好，就让伟汉哥这样。好，我们正式录影喽。好，从片头开始哦。我们等唱完了。好。来，导播我们可以喽。正式啊，来，这样准备。直播就唱歌完就结束。好。阿德老师叫全荧幕。等一下。好，先让他跑。OK， 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直播。好，加油，真的有。对。没办法站那边嘞，没办法站。609。没办法在那边。对啊，要录的话，加油啊，润润，好，也穿啊，那再往后一点，我觉得我刚刚在你这样子，好，谢谢哦。
然后我等一下可能会过去，有时候。好，好，没关系，你就晃一下。三秒片头，十五秒出现卡，十秒预下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我要当选第一。我曾经曾经曾经